好快啊！You're helping make Dota better for the rest of us. That brings us to these teams. These 16 teams, the best in the world, here to see who's going to win this year's International. They not only make the game better for the rest of us, they make it great. 西雅图国际邀请赛，作为每年最重要的 Dota 赛事，经过了两年的总结与沉淀，在2013年这个燥热的夏季达到了又一个巅峰。空前强大的选手阵容，突破天际的奖金数额，激情澎湃的解说，热闹火爆的现场，金碧辉煌的贝纳罗亚音乐厅，注定要给全世界 DOTA 爱好者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胜者组第一轮 ，LGD 对阵 Alliance， 前者是沃三时代就家喻户晓的老牌劲旅，至于 A 队则更富传奇色彩。时间倒退回一个月前，这支由上古凶神罗德领衔，全部由瑞典本土选手组成的战队，在 G1 联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远渡重洋异国作战的他们七战七捷全胜夺冠。一个月后，地点转换到美利坚的土地上，小组14场比赛他们又是难尝一败，气势逼人，不可一世。谁能打破 Alliance 不败金身的疑问浮现在了每个人的心头。最终敲定阵容， Alliance 光猴组合加死灵飞龙的高爆发，前期对线着实凶残，而光之守卫灵魂形态下召回队友，配合先知传送发条导弹，又是半个全球流。反观 LGD， 四个近战组成了四保一阵容，猛马的发挥决定了团战甚至整个比赛的进程，而作为单控王，霍乱之源面对一群的猴子猴孙则颇有些尴尬。进入比赛，双方的斗智斗勇从第一分钟就已展开，先知先后派出两组数人，只为拖住天辉小兵的脚步，而吃到双倍神符的霍乱之源以及不惜交出技能的小强，则以最快的速度清扫障碍。至于另一边，炼金术士更是用肉体吸引火力阻挡夜眼小兵的推进，最终两边合力调整好了兵线，眼见徒劳无功，不苟如望穿秋水的小媳妇幽怨地望了一眼遥远的兵线，最终一跺脚走进了熟悉的野区。而地图另一边，兽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猎单嘛，没单成烈士，情况就不算太坏。9分44秒，面对囚发狱的对手，夜眼方率先出手，发条技师勾了猛马，两人在中路塔下一番纠缠，最终由先知凭借自然之力拿到一血。10分50秒，中单发条再次出手，霍乱之源睡了自己，但光法的冲击波作为爆发，远在千里之外的死灵飞龙靠庸兽坐收人头。发条前期表现主导了局势，也许作为一名中 solo， S4 的对线能力只能算是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之一，但要论节奏的把握，局面的掌控，则绝对是数一数二。作为全队节拍器的他，总能找到对手的薄弱环节果断出手，而队友也都会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给予必要的支援。吃了两次亏， LGD 的防线收缩得越来越严密，眼见鲜有可乘之机， A 队开启了副本模式，被逼打团的天辉防兽王hold住先知，同一时间发条也切入后排，整个战场被分割成了两块。先知倒地之后立即买活大招收走了霍乱之源，随即飞赴战场，猛马倒地前踩出大招却未能扭转局面，炼金靠洛萨保全了活命，但不朽盾只能拱手相让。显然，即便主动求战，在炼金装备成型之前，哪怕是控制足够，输出也是非常大的问题。15分40秒，下路一塔出，老干爹还在树林中排兵布阵，死灵飞龙的庸兽却凭借高空视野看了个清清楚楚。
脆弱的四叶刺客被先知的大招收走，兽王也被堵在角落死在猴子手上，发条技师则直扑后排收走了另一个酱油。一波团战， A 队再次打出了零换三的结局。此战过后，尽管有着五分钟点金到手、十分钟影刃加身的炼金术士坐镇，但 LGD 似乎仍然在不可逆转的步向深渊。天辉下塔已被摧毁。然而，在一个拼爹的社会里，敢用干爹命名的队伍着实不可小觑。16分半，猴子与队友刚刚拉开了一个根本算不上脱节的距离，猛犸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果断跳刀顶了回来。LGD 兵不血刃打掉了猴子的不朽盾，等待重生之时，发条当机立断杀了进来，却被霍乱之源死死咬住。重新站起的猴子也被兽王施了定身法，而一直游离在战场边沿、脆弱不堪到似乎一通 AOE 就已经自身难保的四叶刺客，关键时候一个漂亮的双刺，化学狂暴的炼金术士跟上，直接将对方的两个核心位英雄同时送回了泉水。死战之后， LGD 终于止住了下滑的颓势。随后双方场面上一片祥和，但内里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息。24分钟，猴子上路带线牵扯，原本抱团的 LGD 被迫分兵回防。随后师父念紧箍咒召回了大师兄，夜眼众人豪整以暇地打掉 BOSS。 这一刻 Alliance 的阵容特点显露无遗。28分钟， LGD 集体开悟，河道相遇，兽王吼出死灵飞龙，后者却被推推棒救走。接着猛犸意识流跳刀盲踩拉住两名酱油，獠牙冲刺的途中又将发条顶了过来，措手不及的夜眼方除双核之外全部阵亡。但猴子带领下的花果山众继兽王之后又杀掉了霍乱之源，拿到双杀。随后在越发清静的河道上，先知也体力不支，只有带盾猴子还在战场上迂回。最终买活的发条、死灵龙双双杀到，夜眼方一轮反扑又将局势打了回来。天辉方除猛犸之外全部交代在了这里，一场团战两人买活，八人阵亡，着实惨烈。33分钟，先知开着洛萨在河道看符，突然发现兽王战鹰在头顶盘旋，嗅到危险气息刚要传送，却被猛犸冲刺打断。身陷重围的布狗虽惊不乱，自愿猛犸扬住兽王继续吃法。霍乱之源毫不做作，直接放大绝了他逃跑的念头。同一时间，天辉高地之上，炼金术士凭借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终于等到了队友。 A 队本来是相互掩护有序撤退，可猴子莫名其妙的回头，让 GA 的燃烧瓶找到了目标。被迫开团的情况下，龙心加身的齐天大圣连中两记大招，动弹不得，但就是屹立不倒。残血之下，眼看就要逃出升天。关键时刻，没有回城卷轴，跑了大半个地图的霍乱之源终于赶到。丹空王神威尽显，咬死猴王，睡住光法。发条技师百般杂技，仍然双拳不敌四手。光之守卫则在梦醒时分开始了往天国的倒数计时。我看见一支新军队的一场大战近乎团灭夜宴，原本深陷绝境的 LGD 就让人看到了希望。然而现实永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加残酷。刚刚形势好转的天辉方由炼金吃到双倍神符，强打柔闪逼迫夜宴开团。A 队犹豫之际， BOSS 血量已经见底， GA 靠近野外商店为即将到手的不朽盾清空了身上的物品栏，异变突起，光法一道致盲之光从天而降，这惊天一炸直接将炼金术士推到了一个令自己无奈旁人无语的尴尬位置。 LGD 的应对不算慢，从羊刀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猛犸直接冲开了一条道路，但此时酱油全部阵亡，主力也只有逃命的份儿，而已经空血的三代柔闪也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随后是漫长的拉锯战，
猴子先知的存在使得三路兵线始终滞留在天辉的高地之下，而夜眼方、幻象、庸兽、小树人各种奇葩的生命体变着花样消磨对手高地建筑的血量。40分35秒，炼金被迫反补掉了上路的高地塔。41分半，终于等到 LGD 下了高地，发条先手吹响了战争号角。随后双方大哥位开始了杀人竞速，发条、兽王、霍乱之源、光之守卫依次倒下。一号位针尖对麦芒，二号位的发挥决定了团战的走向。崩马在一群猴子的纠缠下稍显匆忙的两级反转紧紧大住了死灵飞龙，而另一边牵神下凡的先知从容养住了炼金术士。至此团战胜负已无悬念，天辉方全家老小一齐扑街，尽管靠着三人买活勉强守住了上路高地，但整个比赛不可遏制地走向失控。接着又是谨慎的对峙，51分钟，炼金换了一把全新的黑皇杖。52分钟，一片平静之下，猴子硬是只靠幻象打掉了上路近战兵营。15秒后，远程兵营也轰然倒塌。这种近乎无赖的战术让人憋气窝火，却又无可奈何。夜眼方一点点消磨掉的不仅仅是高地建筑，还有天辉方的斗志。然而一支创造了无数奇迹与辉煌的战队绝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击垮。52分半，下路团战，猛马大招定住先知，霍乱之源更是在一群的六耳猕猴中精准地将虚弱技能投放在了齐天大圣身上。夜眼两名主力被废，与此同时天辉方炼金术士化学狂暴之下彻底变身为了杀戮机器，死灵龙、先知、发条依次成为了刀下亡魂，只剩师徒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随后猛马刷新求问时，黑暗中的 LGD 似乎又看到了一缕若有若无的光亮。57分钟，被兵线牵扯的天辉方无暇他顾，夜眼方轻松打掉柔闪。59分10秒，炼金术士弃影刃换狂战，几乎是同一时间庸兽摧毁了下路高地塔。而10秒钟之后，又是在一片风平浪静中，猴子的幻象带掉了中路的远程兵营。60分钟，双龙心猴子横空出世，先知也做出了幻影斧，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拆迁队伍。诚然，从存在极为合理的角度上，这种符合规则的带线战术无可厚非，但作为他们的对手中国战队的支持者，眼看着自己的队员空有一身武艺在高地之上疲于奔命，却无法阻止自己在慢性死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的确令人不忿。60分半，夜眼方下路调虎离山，压抑已久的 LGD 倾巢而出，斗牛犬管都不管正面战场直飞高地， S4 则靠着不朽盾死死拖住了对手。掉头回防的天辉方不遗余力释放技能，但顾此失彼还是没能阻止死灵飞龙的庸兽拆光下路兵营。回望一片狼藉的高地之上，仅剩下孤零零的一座半血的中路近战兵营，凄凉的矗立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击。金王一死，菊大姬一死，兽王、痛苦、奇幻飞邪、马格纳斯也义无反顾走下高地，将中路兵线带了出去。炼金术士更是怀抱圣剑踏上征途，孤注一掷，殊死一搏。面对气势汹汹的对手，夜眼方依然将他们的迂回战术进行到底。先知、猴子选择对拆，现在双方都是在争分夺秒。留守的光法死灵龙如蝼蚁一般被随手带走，但却为主力英雄争取到了弥足珍贵的时间。最终破釜沉舟跳过兵营直扑远古遗迹的天辉方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功亏一篑，倒在了夜眼高地之上。
再来看看另一支欧洲劲旅的表演，胜者组败决赛，纳维对阵同福。我们看到纳维是一个单核心保链金发育的阵容，同福则针锋相对，在最后一手拿出了团战一时就能废掉对面一个英雄的末日使者。而且从选手的使用情况来看，由牧神接手的并不是一个酱油味的杜姆，后期必然要替飞机分担一些输出。然而就当时的环境来说，恐怕没人再去关注这些 BP 表上的细节，只因一个浑身烂肉散发着师傅气息的英雄闪亮登场。有些英雄因为某件装备而脱胎换骨，比如神牛之于跳刀，幽鬼之于辉耀，而有些英雄则注定是因为他的操作者而变得与众不同，比如屠夫，丹帝手中的屠夫。进入比赛，双方同时拖家带口来到对方的劣势路，结果可苦了对面求发育的英雄。幸而都是皮糙肉厚的力量型选手，还不至于凄惨到抱塔看戏。至于中路， KingJ 以猎丹的打法进行 solo 对抗，效果也算差强人意。一分40秒，在己方防御塔笼罩下的炼金术士本来是高枕无忧，可机智的拉比克吃鼠之后另辟蹊径，隔空取物举起炼金，一旁的飞机死玲珑火箭弹幕灵魂超度一股脑丢了出来， GA 乖乖的交出了自己的一血。两分半，上路天辉方还于颜色，大牧神轻送一曲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辰，在风行者强力击开出的通道里闪转腾挪。另一边三生相交，两人 TP 来救，虽然末日难逃一死，但没魔法没吃树的奥雷利亚被一人一鸟堵在了树林中，两名酱油分别拿到了同福战队的前两分。七分钟，被现场观众给予厚望的屠夫终于出手，换线到中路的矮人直升机被大卸八块。实时回放，就在登地大摇大摆走过来的时候，屠夫战队的河道视野已将他的行踪一览无遗。但自信满满的豪，也许并不相信小兵环绕下的自己能给对方多少机会。然而更加自信的登地果断出手，结局也如大家所见。事实上，登地就是这么一个有特点的选手，别人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他则是想出手时就出手。九分钟，两拨人在同时拥有对方视野的情况下围着野怪躲猫猫，屠夫烦了，直接勾了个野怪泄愤。十二分钟，兔子装备梅肯斯姆，这个速度虽然不算太快，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下，他的出现相当于一声冲锋号响，前一刻还分散在地图各地的英雄瞬间集结抱团中推。哪位寸土不让，屠夫肉钩出手点燃战争导火索，死野刺客如教主潮汐灵魂附体，一个穿刺挑起四名敌方英雄。无奈同福战队时势有备而来，拉比克插下的真言让吞下隐身符的屠夫欲哭无泪，兔子飞机一起放大，抢到先手的天辉军团形势急转直下，最终直升机八连血极限逃生，小强陈则死于不明 AOE。 伴随着中路防御塔的倒塌，场上的形势似乎也开始明朗起来。即此一战之危，屠夫战队有意地加快了比赛节奏，回家补给之后立即全员开悟直扑下路，勇兽空中视野开路，拉比克一马当先隔空取物，没有参团独自发育的炼金术士饶是引刀加身也没能保全活命，后边是送上门的陈宝宝，末日直接一个吞噬，这下连野怪都省着再去找了。风行步与奔腾术，也许他们之间的速度差并不像博尔特与他的小伙伴们那么大，但细微差距却足以致命。拉比克一路狂奔追上奥雷利亚，并用偷来的屠夫大招死死咬住，夜眼众人乘胜追击逼近下路二塔。然而就在同福战队顺风顺水高歌猛进之时，隐患也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埋下。
半分钟前，加速屠夫在成骑士忠诚考验下回旋的瞬间抬手出钩，夜眼方的一个远程小兵被拖入深渊。泉水沟这个在路人游戏中偏娱乐向的冷门战术第一次在职业比赛中崭露头角。二塔之下，矮人直升机被突如其来的肉钩拖走，而终点是地狱。靠着神来之笔彻底打乱了敌方的部署， TPR 的屠夫再次大显神威，勾住拉比克肢解死灵龙，剩下一个末日使者独木难支也被天辉众人追死在了回家的路上，而中了杜牧的屠夫又被陈宝宝犀利的反哺。一系列举动使得原本明朗的局势再度扑朔迷离。19分钟上路，屠夫先手勾来死灵飞龙，可输出不足，黑贤一口没啃扭转战局，小强撞死在了复制墙上，炼金被集火横尸当场。至于圣骑士再次稀里糊涂地倒在了乱军之中，同父战队再次打赢了被先手的团战。美中不足，破塔之时加速屠夫一勾带走了矮人直升机。21分钟，同父打掉柔闪飞机收获不朽，随后黑皇神杖加身。然而就在局势稍有抬头的时候，屠夫的泉水沟再度出手，拉比克被无辜地拉回了天辉本部。25分半，僵持中又是泉水沟，手持燃焰魔剑的末日使者也无奈臣服。而就在屠夫拉扯出的空间里，炼金术士凭借英雄特质不断地积累经济，攀升到了财产总和第一名。27分半，中路团战，尽管末日被勾先手秒掉，但十秒天神下凡的矮人直升机着实威武，配合黑暗贤者的大招制造混乱，最终死灵飞龙三发灵魂超度击杀三名英雄。可以说没有泉水沟从中作梗，此时的正面团战天辉方根本不是对手。截止到比赛时间第30分钟，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双方团队经验交替领先达8次之多，当真是针尖麦芒，互不相让。同父战队倚仗严谨的团战步步为营挤压对手，而哪位战队则靠精妙的潜水沟多次险中求生逆转危局，为炼金的成型创造了条件。36分半，炼金术士在下路视野中出现，蛰伏已久的同父战队立刻全员集结兵发柔闪。接着令全场哗然的一幕出现了，引刀末日虽然第一时间大招给到了圣骑士，但此时屠夫早已忠诚考验加身。就这样怀揣不朽盾的矮人直升机在水泉之中被两次击杀，而这也成为了全场比赛的转折点。38分半，四叶刺客开启大招充当超级视野，又是登地的泉水沟作祟，死灵飞龙出师未捷身先死，随后上头的同父战队苦追小强，而这也成为了团灭的直接导火索。束缚机穿刺两个小技能控住了夜眼全部英雄，随后炼金化学狂暴杀入敌阵，重返战场的屠夫则死死咬住了天神下凡的直升机，最终结果再无悬念，GA 拿到三杀，也宣告了夜眼的灭亡。在之后的比赛中，炼金术士的成型再也无法阻挡，装备越骑越快，在逆天的道路上一骑绝尘。46分钟，当开启引刀的 GA 凭借一己之力单杀掉矮人直升机的时候，标志着胜者组的大门已经彻底向中国战队关闭。本届邀请赛数支中国最顶尖的职业战队踌躇满志飞赴西雅图，但最终却是无缘三甲的凄惨结局。
过分保守的战术和过于臃肿的阵容，缺乏创新与尝试，成为了饱受诟病的地方。再来看看我们的老对手，两场比赛清清楚楚地展示了他们的改变与成长。一场泉水沟又为南卫战队的节目单添加了新的选项。诚然，包括视频作者在内，很多人对这种零装备屠夫灭掉六个神装英雄的战术究竟是否影响到了游戏平衡是保留意见。但不得不说，能够在这个级别的比赛中敢于打出这样大胆的配合，就这份超然的心态令人叫绝。至于 Alliance， 我们更是从中领略到了之前欧洲战队绝无仅有的耐心与沉稳。西方列强不善持久战，这是历史的经验总结，拖到后期经过不断的消耗，总能在他们心态失衡的时候给予致命一击。这是曾经中外对抗屡见不鲜的场景，而今 Alliance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一把辛酸泪。如同很多的绝世高手都拥有着谜一般的身世， Dota 的起源与发展可谓众说纷纭，而当他以潮水般的速度涌入中国之后，这个拥有着最庞大玩家基数的国度迅速崛起，中西对抗也成为了之后几年的焦点话题。中国选手崇尚严谨与稳重，西方选手追求飘逸与激情，风格不同，追根溯源是两种文化的差别。10年后，以老三强为代表的中国战队稳压西方列强， TI2 IG 夺冠更是将这种节奏演绎到了巅峰。然时过境迁，对手稳步提升，我们却固步自封。现如今真的到了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一场盛宴， Alliance Navi 两支充满灵性而又富有激情的欧洲战队以当仁不让之势会师在了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普通玩家请由衷的为他们喝彩。至于中国战队，不必妄自菲薄，胜败乃兵家常事。凤凰的魅力不在于永生不灭，而是每一次涅槃之后都会爆发出更加强大的能量和更加璀璨的光芒。乱世业已开启，我们相信你们，而你们也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